上车请主动投币或刷卡，请往车厢后步骤。你坐这儿啊，你坐这儿，我坐。再见。这是几路？这个那个哥啊，商量点事儿。你说那个我俩是一块的，你弄放个座呗。啊，那你坐到腿上呗。不是，你看都出门你照顾一下。不是我那么倒坐，我晕车。上回我倒坐一回回家给我晕四天没起来炕。我不用，你让一下呗。不是，咱互相照顾，我晕车。哎呀，你看现在就恶心了。那我不坐了，一会儿到站了。这，那你不坐了，那你不坐了，那我就这么着。哎呀，冷啊，等会儿啊。哎呀，哎呀妈！加个炮，你给我加的。谁打火机呢？是你火机掉了吗？是不是你的？兄弟，你多余扯这个，我就关窗就完了呗。明白就行，是吧？喂，告诉你，别给我打电话，别给我打电话的。啊，心情不好，咋的？先挂了吧，挂了，挂了吧。好了，占座呢吧？这是谁包啊？谁的？扔了啊！我的。哎，天儿这么热呢，这车里头啊，你搁窗边不会把窗开开啊？不敢呢。这咋就不敢呢？这呀，哎，谁打火机掉了？啊，哎，来，过来轮一下吧，来，不轮呢？你也怕个人啊？嗨，谁？哎呀，你瞎吼吼什么玩意儿？瞎吼吼！你关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我关的。哎呀，太热了！我问你，公交车热？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过来挑刺儿？是不是？啊？快点！热呀！哎呀，这公交车太热了，真是。热，你不会把窗户开开呀？热呀，你这人咋这么欠揍呢？万一你呢？开开！不是我关的，我确实是冤枉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给我关一下，你看我削你不？睡个觉都睡不好。
哎，大哥，哎，过年的让我抓住了。我咋的，哥们儿啊？不你话呢？咋的？没你事儿。啥意思？那大哥，窗户确实是我关的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媳妇儿怀孕了，怕风。那啥，大哥。我那个怀孕了，我有点怕风，我先关上点儿。那怀孕你就说一声呗，就完了呗。怀孕还用说吗？怀孕了，啊？那孕妇怕风不知道吗？关上，一点爱心都没有呢。那到底是开是关呢？这关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今早起来右眼皮就跳。干啥呢？不是你以为我睡着了是不是？不是我，他不是我开的，他只蹲着开，自个儿开的。怎么开的？是蹲一蹲就开了。我陪你一起看，我看他怎么开的来。怎么还是什么？这不还是你自己开的吗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发现你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是困了，我不想搭理你。你要敢再给我开开，我真是冤枉。给我打电话呢，一干仗就给我打电话。他对方现在什么队形？现在啊，怎么的？非你打仗让我过去干啥？让我过去啊？啊，要画面呢？啊，我带200人过去行不？啊，我是带200人。我说200人够不够？200人，你聋啊？啊，这他啊他。那对方现在拿家伙事了，拿什么家伙事？剪子。好，我拿出去了，5分钟到。好，我说哎哎，兄弟，咋的了？干仗呢？兄弟干去。是不是对形啥的，画面是不是？啊，对。来了，我帮你找点人吧，200人不能够。不用。来，我帮你找点人吧。来，我给你找点人。来，不用找人。不是，我就发现你拿个破收音机，你搁这吓我呢。想咋的？没有，我那啥，我听书呢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我就发现你呢啊！大哥，你看窗户可能要开，把着去，跪，起来，来兄弟，快坐。大哥，我站来，我这觉也睡不好，陪我唠会儿嗑来。来，坐。哎。兄弟家哪的？铁西的。对，那个唠嗑呢。啊。家哪儿的？铁西的。你呢，大哥？我皇姑的。那个我有皇姑的。咋的？你干啥？领媳妇检查去了？嗯。男孩女孩？这4个月看不出来。男孩女孩都好，我告诉你，小子难以得计，丫头也好，对不对？是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I love see you I love you 云鹏啊云鹏是小光吗？是我光哥，多少年不见了都。哎呀你打拳这么狠呢？啊，我打拳呢。啊，你干啥呢？别人都坐着，你干啥站着啊？挨欺负了。
谁呀、啊？公交车热，起来。谁敢欺负小光啊？公交车热，我开窗户，他们跟我七十八的，是唠些没有用的，三七嘎拉话的。不让开窗户是不？嗯。我就把它开开了。开开了。谁不让开啊？问你话呢。来，你再轮一下子，我看看。还会轮呢？不是啊，兄弟，咱一个呀、啊。跟你说个事儿，车里上的有个孕妇，完了，明白了吗？马上给我停车！好，下地打扣安证。停车，车停。打他！是我，是不是男人？是啊，车里边有孕妇，来呀，鼓捣什么窗户玩意儿你？赶紧给我关上！跟你这种人坐车都掉我的档次，知道不？以后别有人认识我。请后门下车。萨瓦迪卡！哎呦，太绝！哥，哎兄弟，我快到站了，来，把这电话给哥留下。哎，好，哥有个要求，哎，等孩子生下来，认你当干爹。好嘞，我就要这样啊。好，哥到站了，哥先下车了啊。行，兄弟，有点爱心啊。嗯，走吧，咱也到站。哎，那个大哥。今天咱们这些都是误会，别往心里去啊！谢谢啊，献点爱心没无所谓，谢谢啊！我就开开了，能怎么的？我就这么来回开，我就站住，能怎么的？我看谁敢吱声！你哪的皇姑？皇姑的多啥？你皇姑？我就。你干啥呀，大哥？占座啊？没有，你给你占的。就一个人啊？对呀、啊，就一个人。没人陪着你啊？没有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，大哥？啊？献点爱心。你这献啥爱心呢？这点风都让你给挡上了，多热呀！关键你不怕风吗？我咋的了？我怕风啊？你不怀孕了吗？你有病啊你啊！那我还没结婚呢，他说我怀孕了，不是要我怎么嫁人呢？大妹子啊，谁呀？把包递我！你咋下去了呢？我到站了。啊！那啥，你把窗户你关上，你怕风。